呢個爆場啦，冰哥好唔好睇啊？好睇。第幾場啊？大家第五、第四，有冇人第八啦？已經應該未有嘅。咁我都唔講咁多嘢啦。大家準備好大家嘅尖叫，迎接大家嘅嘉賓好唔好？嚟啦！太 ready 咯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哋歡迎我哋嘅特別嘉賓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嚟啦！系啊，拜拜各位，拜拜，大仔，系，文哥 ，Hello， 哇，好多人啊，多谢大家支持明案啦，系咧，都除咗多谢之外，都冇乜特别嘢可以去讲啊。系啦，好睇啊！多谢，希望就吓做得好好啊！多谢，系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个作品啦，希望大家睇完呢个电影之后，会有嘢谂下啦，谂啲咩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系有嘢谂啦，谂住你啦，都可以，系啦，咁。系 ，sorry， 有咁好啊，有問題想問咁就你先啦。你好。我想問多謝。少东这个角色的转变就是他未必是被家栋感动到咯，反而他是被家栋提醒到咯，即是 他有个对白是他不想被人困住，他不喜欢被人困住嘛。咁一开头戏的前面讲到困住就是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监仓啊，真是密室困住你那种困住，但去到后期的时候他所讲的那种困就已经是再体阔一点，就係講緊命水嗰樣嘢，嗰個運就係咪要，係咪要你安排咧？係咪我要跟足曬你嘅安排咧？即係嗰個社會嘅世界就一個大料度過一個運，佢就唔想喺呢一個圍度上面俾人困住咯。呢、這個就係佢嗰一刻唔殺佢嘅原因咯。我覺得係喺後面。改咗就冇得改噶啦，系啊，因为呢个剧本已经好好啊，佢每句对白都好好，好有意思，所以已经唔需要点样加加减减，反而可能系一，如果真系如果有啲乜嘢系嚟自我嘅，我谂系一啲见到血啊，当个人嗰个杀心起啊。嗰一啲嘢，嗰一啲肢體啊，嗰啲感覺反應就係嚟自我噶咯，即係聞血點解咁樣聞啊？聞完血點解係咁嘅反應啊？殺貓啊，點解殺得咁開心啊？我呢啲就係嚟自我嘅演繹咯，其他都係跟足曬導演同埋編劇佢哋嘅指令嘅要求咯，因為都唔輪到我去改啦。係後面。自己中意邊一幕啊？我自己中意邊一幕？演落嘅話咧，就係天台噶啦，我覺得，即係最後結局天台嗰一幕，因為太濃厚啊，嗰件事都幾難忘，嗰個心情。跌跌高高低低，又放棄之後又唔放棄，嗰啲咁嘅過程係幾正嘅。另外另一個中意嘅就係喺一開頭加到去我曾經喺屋企改名嗰度咯，
即係擺啲馬騮啊、鏡頭髮啊等等咯。係。多謝。再做得多啲啊！睇翻，我覺得，頭先講我自己中意嗰個啦，就喺屋企幫我睇風水嗰度，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嘅，因為嗰層嘢喺度賴賴都賴，係比較一開頭唔知頭兩日定頭三日拍攝嘅，咁係嗰度就係賴呢啲嘢嚟㗎，就係好唔好做啊，所以而家唔好啊。係咁啦，跟住入角色點樣演得好啊咁樣，嗰度可以做得好啲嘅。另外可以再做好啲，我覺得係螞蟻嗰度咯，即係我去到我攞到啲刀啦，準備去揾老西啦。嗰一幕我自己覺得嗰啲變化，或者有啲變化，或者可以再多少少層次咯，嗰啲轉變可以再好啲，我自己覺得。我想話你頭先睇完咧，我好多路人朋友咧都真係聽咗讚我，讚佢讚我。多謝，多謝，所以就靠大家話俾你啲老友聽，然之後啲老友就話俾其他老友聽，咁就全部戲院全部上次都係過命案。做完呢套戲人生上面咩改變咯？睇完呢套戲人生改變就係點樣講啊？最近就即係好多訪問啦，跟住嚟傾翻一啲嘢就係、你個結果係咁噶啦，你嘅結果一定係咁噶啦。咁但係係咪結果就代表一切呢？我知道佢會係咁噶啦，但係我中間入面我點樣去轉下角度，我轉下唔同嘅方式去應對呢件事，去對付呢件事，去睇呢件事，個結局係冇變嘅。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咪個結局，咪好冇趣咯？但係個結局冇變，但係前面嘅你改變咗，咁如果你放大啲睇，其實成件事都唔同咗。我覺得有呢一個諗法。轉變咗，係啊，即係太著眼某一樣嘢就唔得噶啦，反而你放開啲少少，每一樣嘢都著眼落去睇啊，係啊，同埋如果結局係差，但係咪代表個整體係差咧？我覺得唔一定嘅，係咪好講完唔知講啲咩？如果你斷定嗰件事哦結局係差噶啦，咁但係都未必係差嘅，你中間一定有嘢學到嘅。係，當刻係知道要剪頭髮嘅，有咩感受啊？係，等咗咁耐長頭髮，終於有一個適合長頭髮嘅啦，咁就第一嘢就要剪咗佢啦，咁樣咯，嗰係咁。但係我覺得係值得嘅，一定值得嘅，同埋都我自己覺得係有一定要剪嘅啦。咁睇下係咩原因剪，咁既然呢個原因咁好，咁就俾佢剪咯，咁樣咯，係啊，就係我冇乜有。少少唔捨得，但係唔習慣居多。啱啱剪完嗰一日就係咁望住塊鏡，係啊，都係咁咯，係啊，係唔習慣咯，多謝，你好媽咪 ，hello。
多謝。如果有一個挑戰的機會啊，其實你問我有冇啲咩真係好獨特想挑戰，其實我乜嘢都想挑戰，講真嘅，因為真係唔多嘛，所以就想試多啲嘢先咯。咁如果要好具體、好具體咁樣揀一個嘅，可能就係揀一啲你一定唔會經歷到嘅，就可能我做女仔咯。哦，一定好靚女。我都覺得係啦，我第一下諗即係問過好多次。都係想做咩角色啊？咁你下下都答我咩都想做啊，咁好行噶嘛。咁我翻到去就自己諗下啲咩嘢好玩，就試下做女仔都幾好玩喎，好似轉個諗法啊嘛，係嘛？係嘛？人哋好靚女。你要等一年兩年先。哦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哋依條 last 一條問題好嘛？好。後面咧，係你。有些是有的，即是例如第啱啱開頭啱啱識家棟上嚟我屋企，然之後話冧山嚟之前，在我屋企未有婆啲雜咁樣好過嚟嘅，嗰啲係有的。咁嗰個係其實是想加到一些嗰、那個叫咩啊？你本身的命運咯，或者本身跟隨住你的厄運咯。咁然之後就要即係要靠隔，即係佢哋跟住枕住你，枕住你，枕住係誘惑啦，同埋係嗰啲雜係誘惑。就 keep 住枕住嚟，枕住嚟去影響緊你，去改變，去影響緊你嗰個決心咯。係有啲係知嘅，有啲都有講低嘅。係咁，另外你一個咩話？馬藝，馬藝嗰一刻咧，佢講，我覺得小東講呢個對白嘅時候，佢係覺得係馬藝係只不過係好冇力量嘅一樣嘢啊，好冇力量嘅一樣嘢。一隻馬怎樣跟一個命運去對抗，命運你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力量，但馬上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。所以它講的時候就是它已經，我覺得它已經那時候已經是放棄了，所以才走過去殺它，所以就講到那一矮你而已。但去到後面當家棟講的時候是我們自己選的，那一刻就是選，那一刻就是我不喜歡被人困住，那我為什麼要殺它呢？我殺佢咪即係我輸咗，咪即係我困住咗，我俾嘢困住咗。咁所以係嗰一刻，唔係家棟嘅感動咯，而係家棟嘅提醒，發覺唔得喎，咁樣同有違我自己嘅原則喎。今次唔殺住，下次睇下點，係一個咁樣嘅心態咯，係啊。好，咁就冇啦，下次先。冇啦。咁下次再有電影上嘅時候，再答翻你嘅問題啦。未知要我希望有啦，想有嘅就睇下點樣夾咯，一定要有啊，盡量好咁FC 都會聽到大家有訴求嘅盡做啦，好唔好？咁面波我哋今日完之前咧，我哋一齊影翻張大合照，咁大家咧準備定手牌金牌，但係唔好離開原位啦。係。好，咁我邀請埋。好啊。我喺呢度咯，好唔好啊？哦，冇所謂。